就那个今天的报告进度，今天就是增 Meetup 上面增加了一个人，耶、yeah. ！然后呢，哎、欸，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那时候帮忙做大众那个图的时候，我 survey 了一下，就想要 survey 亚洲，就是关于开放国会和开放议会的一些组织和专案。然后就那时候就因为自己在做功课，想说那就干脆把 list 开放出来，好，就有一个这样的 list， 就是台湾还有。其他国东亚其他国家还有南亚，我们找的有限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来看，然后也可以帮忙填这样。好，那今天的进度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OK， 等一下大家一人一信，赶快去帮他注册。